少年的猪爸爸，欢迎我们来喽！今天你看的阳光普照，真的哎，我们来到了台南北部，上次看到这种阳光普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去年的事情了。关庙面有没有听过？哎呀，这个太有名了，关庙面。只要讲到了台湾拌面，原来我们平常在吃的这个拌面居多都是来自于关庙，80%全部从关庙出发的。哇塞！我再教你一次，这边已经完成了。干嘛要把它装扁啊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哦！这是可以卖的吧？不行。怎么看起来很像拔蜡？我这条怎么那条好大？把空气挤出来。你要吃一下排骨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那个焦香的感觉。嗯，极品的，我妈已经卖完了。刚刚还满满的，讲通常礼拜几要来讲这样。最后要带你去一站，但是我呢将近30年的老朋友了，因为他们都是练家子。真的，是你熟悉的那个声音吗？对对对。你确定人家还记得你吗？我这种脸会很容易忘记吗？看到了没有？这么宏伟的关庙，那为什么这边地方就叫关庙？是不是因为曾经关过很多人的庙，很多那做坏事的人？错，这个路叫武圣路，就是呢，我们关老爷、关圣帝君呢，就在这边坐镇。关庙呢，就是他们这是一个信仰中心。对，过去呢，关庙有三宝堂。哦，蔗糖、竹制品跟藤制品，椅子啊什么那些，对对对，生活的工艺品需要啊，这是过去，那有现在的吗？现在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去寻找新的三宝了。哎呦喂！哎呦，你看那个香肠。哦，这香肠特别大条，这个香肠一看到就是跟自己的亲人一样，而且婚前啊，婚前，这个婚墙啊，这个什么墙，这小墙，哦，墙，这是真你儿子吗？对啊，我儿子。啊，你们怎么开始在卖糯米肠的？怎么看起来很像拔蜡？灌起来的感觉跟人家不一样。而且我们看你，因为有点时髦，对啊，感觉不是本身就在做这个的。你应该是美容，也是隔壁的烫头发老板娘的。对啊，现在你是不是灵眼？没有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这两个是灵眼，没有啦，这个都老顾客啦。最喜欢吃哪一个？都喜欢吃。哇，那你看他一个人，对，夹了好多样哦。对啊，这么娇小，竟然可以夹那么多。嗯，这个历史已经有多久了？哦，妈妈，哦，这是妈妈哦，哇，我妈妈开始做的，对，然后他们家的听说是这个糯米肠是最厉害的，对，而且呢人长得漂亮，嗯，做出来的每一件东西哦，看起来就很满足，很饱足感，哎，我们要来学一下功夫啊，对啊，哇，生意太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入股这家公司了，所以呢，一定要从呢这个后台先学起。对，这是爪灯，从那个底点直接来的。对啊，半夜现杀，新鲜的。其实你们刚刚已经做完，就清那个，都全部清完了，表面会有一层油，那个都要剪掉。如果你没有用掉的话，那味道我吃下去会很重。哦，是。对，那你这么年轻，怎么那么心甘情愿的？对啊，就愿意让妈妈，妈妈有逼迫过你吗？确实，我站这边好了。什么事情让你下定决心说啊，在这边帮忙？钱香啊，这非常贴切。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年轻人，这个真实的那种投入。村上龙先生的日本那个，他就说，没有钱我怎么做出好东西呢？对。少爷，你先来。对啊。我们先稍微给他搅一下。搅拌一下。他这个是有先炒过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都已经熟了。然后我们因为那个下面可能油会有那个，比较油一点，会它会沉淀，我们稍微给它稍微搅拌一下。对，所以你们倒的料有点多，拿一个肠子，然后我们就抓一些米，抓一点豆子，对，抓一些豆子，我们就一个进去，然后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再挤压，对，稍微挤压，把里面空气挤掉。啊，如果它破掉怎么办？假如这边破掉，它因为这边没有带剪刀，所以我只是这样，我会整个撕掉，直接撕开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样用起来，它就像前面那个短短的，这样的话就直接下水，它就丢了。哦，它就丢起来，它就口就缩起来了。对，缩起来就不会那个。加起来，真的哦。
那我们来走一下，来，你走一条。没有，先把那个洞。也要翻到它那个洞哦。再找到有一些坑的不？入口处。对啊。它不是有个漏斗？我们没有在用漏斗。全部用手工的。是哦。这样比较快。捏一下。直直的，哎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用进去。打我个机灵。不要简单哦。要爱个机灵。啊，这样一条可以塞几个？往死里塞，好有杀气哦！往死里塞啊！哎，我塞了怎么掉出来？那条绳太短了，你拿这条。来，找个大一点的啦。哎呦，有了，这样就对了。这样对了啊。然后我想稍微挤出来一点。挤出来一点，哦。对，我太多了。两边，稍微挤压，挤压，还有空气出来。哦，那个空气声很大声哦。阿雷，五啊！哎，对，哇塞！哦呦呦呦，这条怎么那么大条啊？好大条！挤啊！要把空气挤出来，挤成两条。对，怎么样捏成两半？没带剪刀的，我来就好。你捏，你像是捏饭团。会不会掉出来？不会，这样稍微。哦，有，很有劲呢，哈。在阿君姐调教之下，把调料也调好。对，为什么要放瓦萨比呢？这样才够呛。哦，才够呛。还有蒜头，跟桂姐一样辣，对不对？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超辣？你跟你妈好像没有很对盘哦。嗯，那很粘牙哎，而且好香哦，而且我觉得他们肠衣好好吃哦，但是因为比较厚一点点，然后比较有口感，糯米的 Q 弹，嗯，刚好呼应的那个皮，那皇帝段好吃哎，哎，它本身自己就有一个那个咸味。很长，嗯，还有，然后那个都弄了猪的里。比较软，哎，那个好吃哎，本强，很有口感，对，里面那个肉也很扎实，但是肉的那个甜味哈，对呀，对呀，大肠也很有口感，而且大肠是不是要有一点厚度的？对呀，吃起来有嚼劲儿，对，那有嚼劲，然后感觉有点微微带肉，对的，对的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三色蛋，咸蛋呢提的那种金色金沙的香，皮蛋呢丢到一个像那个情人的滋味，对，然后那个鸡蛋柔软的像妈妈一样，真的，它蒸起来就会有点蒸蛋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口感比较在相对在扎实，有这样的妈妈是不是很幸福？信不信？而且也会互相斗嘴，对，蛮好的，哎，真的，就像姐弟一样哈，对。这一间非常的特殊，本肠蛙桂都是他们这边的非常厉害的小吃。是，但是今天要介绍的是这店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错过今天还要再等七天，每个礼拜四才有卖的。七仔粥，七大尾，七大海塞架，是七大海塞架，七大海塞架，七大海。老板介绍一下，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有笋子、芋头，然后还有排骨。那为什么你要等七天？炖七天才会成型？不是，就是因为它备料比较繁琐一点。嗯，那为什么要选礼拜四？爸爸他以前在卖的时候就只卖礼拜四。哦，对，爸爸那开始，对，后来就做了一件牛仔裤纪念他，对不对？嗯 ，Levi's。礼拜四，礼拜好笑。哎呦，这是香气扑人呐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这一碗看起来这么特殊，是？这是我们关庙特制的腌笋酱。孙哥，你有吃过这个东西吗？我第一次听到腌笋子哦，我听他们讲这个新三宝之一，而且现在是有席的吗？对，刚出而已。笋酱这些是等于你们当地人在吃的，就是配粥，然后炒菜，然后蒸鱼。先来一个原味的，哎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超级好吃的那一种，哎，这碗粥好甜哦，那不是台南甜哦，有芋头那个绵绵的，它的融化在汤里面，然后我觉得应该那灵魂是那个炸排骨的那个酥的那个香气，然后跟笋子去，笋子是很新鲜的，对，哦，芋头笋，然后讲。
你要吃一下排骨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那个焦香的感觉，这个粥是极品的，极品极品。腌水下去之后，整个气味又不一样了。它其实是有点冲，对，相对提味它就是很明显的哦。嗯，竹笋酱我真的是，它的长相大家很不熟哦，好像是海边的那种螃蟹饼，有没有？对，腌酱的。但是它呢，哎，气味真的是不一样，厉害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很厉害。是不是有放一点豆腐乳还是什么？豆腐乳有，就是腌制的时候会放的。哦，这个蒸鱼也是一点哦。哦，这个蒸鱼一定好，而且它反甜那个干冰。嗯。那你做这件事情这么复杂，还有时间抓头发？他也蛮飞选的哦。有空大家来吃一下礼拜四粥，礼拜四。我的妈，已经卖完了。刚刚还满满的。哎，打工仔礼拜几来讲这个？为什么关庙面会红遍全世界？外国人呢，现在呢听到台湾想到的是拌面，因为我们的拌面这几年变很强啊，大宗出口，全世界人都在吃台湾拌面，有80%的拌面，他们的那个面料面体呢，都是用我们在地关庙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厨师，你好，是是是，哇，笑容可掬啊，微笑是你的标记。李老板从年轻的时候，正因为呢他肯打拼，哦，我是第三代传人。因为你不吃苦的话，你早就到外地去了。对啊，因为做面很轻松吗？不轻松。对。人家这几人做米为什么？嗯，关庙哈，行业没落之后，是大家没有工作做，要开始做面。做面哦，啊，所以那个面的制法跟别的城市也不太一样。不一样呢，人家用水和一和就可以做，可是对啊，你们和的是什么？和，要靠经验，要靠日晒。你今天的湿度、干湿度，你看天气有太阳，你的水分一定要增加，因为有太阳。哦，它会慢慢把小麦的香味慢慢拉出来，水分慢慢。所以你到现在也还是在手工，然后纯粹日晒。现在的关庙面一半都是用风干，没有正日晒。哎呦，所以你们还是遵循古法，追寻那种阳光的味道。嗯，日晒才能把小麦的香气慢慢拉出来。开始制成的就对了。顺哥，哎呦，今晚伊人在走，哎呦，回来。哦，顺哥，哦，那不会你走吧？哎，走的啊，哎，买发票。哦，所以有一些还就，哎，先摸摸看。哎，它蛮扎实的，好像有点已经有一点柔韧了。哇塞，那个老师傅的手。阿内奥，哎呦，阿内奥，安东泽，这个他系领巾。但怎么改搞？好，姐姐折好快哦！啊，哇，先放在平均，平均，平均在中间，有没有？大拇指，大拇指吧，中间去，然后这边夹住，来来，啊转，有没有一个凹槽？有，凹槽没有？然后把它再放一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啊。压下去就一个成型了，有没有？形状来。哎呀，你也看，你看，转转转的哦。拇指要顶到这边。啊啊，我放这样。哦，是的，对，这样放。阿兰，来这样子压住。压住。我要放，你又不让我放。然后呢？好。你先看我。我看很多遍了。太短了。好学不倦。哎哦，啊！你一直做，不让我做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这边有一点点。原来这边就有侧花了，然后放出去有没有？哦，那种成型开啊。哎，真的，我们放跟他们放是不太一样的，感觉很细腻。我们快三十年。他们快30年了，快30年，他们是高手啊！他这一片就是帮你分好了，一片一人份。哦，一片就是一人份，厉害哦！阿哥，好快！有没有信心跟他 PK 一盘？来啊，怕你哦！
我已经开始，他已经，我们怎么会来得及啊？好嘞，左手压好，压好，轻轻的放。怎么可能会赢啊？你看这场面。对啊，你等我三十年。已经几岁了，还要三十年？已经几岁，你又被呛了。我帮你拿着了，我要让老板加快速度了。好好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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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怕哦，不要怕哦，在乎啊！啊，要这样子，嗯，对对，然后我有成型，有成型。哎，你是不是偷弄？你是不是有叫人帮你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弄完一个，他怎么可以？哦，做完两个，你做完一盘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一般人的感受？也不会，我的自尊心就天生比较大一点点。关公的胡子，因为来到关庙，接着跟关公的胡子。来哦，越来越快了，我跟你说，吓到了哈。哎，哎，美虎哎，这个会抽筋呐、啊，我们会不会来这边扭面扭到心脏病啊？这边扭啊，还要晒面呢。啊，还要晒面哦！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我们今天的工作很多。哎，一盘已经快好，你做几盘了啊？来，观众，已经第四盘了。你会闭着眼睛做吗？我教你看。不行啊！先等一下要拿去晒哦。你看，我再教你一次。这边已经完成了。干嘛要把它冲瘪啊？好 ，OK。化解，化解，化解哦！这是可以卖的吧？不行。想什么？为什么，老板？这太厚，晒不干，按卖相不好看。这边跟那边，你感觉哪边比较好一点点？嗯，都不行。我不是卖相是只有他，我卖相很好哦，卖相很好。那我们在那边转转半天，哎，那个大姐就嘶嘶嘶哈嘿，嘶嘶嘶嘶哈嘿，那就没有那么好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哇哟，满满的哟！这里有点像巴厘岛了。玻璃屋，玻璃屋是关庙，我是第一天在室内在晒的。这防灰尘，是，然后蚊虫也不会进来。对，现在的都有电风扇，还有自然光，然后温度上整个也都可以调整。这是几度？37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摆上去，是不是？往这边晒，这个要晒三天的时间才干。三天哦，两个两个嘛，两个两个。这样这样晒，哎，对，小心哦，哎，化解这样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再结合，小心哦，要不斜下去了，哎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像这样子，哎。很好，很好。那还要翻吗？之后要再来等着要翻了。那再要翻的在那边是不是？你摸摸看这边，已经靠日晒已经晒干了。嗯，摸看嘛。那个手感不一样。摸摸感，感觉比较轻了哈。哇，这边来摸看嘛。嗯。哦，打呢。嗯。对对，先翻面，让它再晒一次。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好。手有没有？嗯，放在中间。嗯，哦，来，也是折，然后你瞬间，哇，跨过去，中间哎，来来压住，压住，直接，直接一次哦，一次翻，来了，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哎，哎呦，哎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，开箱。好像还行哦，这样 OK 吗 ？OK， 这样 OK。有比我做面好吗？是，老板，你还是老板，我的手比较短哦。哎，可以，可以。一、二，哎，好像也不错哦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哦。哦，哎，不错，哎，很完美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
汤料面要怎么样煮才会煮出它最好的味道？煮的时间越宽越久，越细越快，细快宽久，细快宽久，细快宽久。煮面的方法很简单，水滚之后放下去，记得差不多一分钟，面开始软化，用筷子把这个头全部打开，让它滚一分钟，起火，不要管它了，五分钟回来，已经熟了。我把一刀去做汤粿，放在那边，你面回来还没糊掉硬，我用的面粉不一样。哎呦，哦，非常 Q 度，非常弹性很好的。你筋度越高，就是它的 Q 度越强。我们这边有靠喝米粉，高筋的，靠高筋，但三层。我的面哈，我是用小分子水做，小分子水可以让我们容易吸收。面要用好水做，那我面才会好吃，真的才会那种甜度。因为我喜欢吃有点蒸面感。我被吸了喂，我是刚刚也不来。而且现在厉害的是老板他们开发的酱料，我要椒麻的。它是香菇里面有肉的。好，刚刚那是什么表演？差点绕菜的表演。哦，好香哦！它虽然是椒麻，但感觉又应该也有香油的香气耶。哇，你的是那个葱油的。葱油哈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什么很好吃。这个下的真刚刚好，它微微留了面心的一点点味，那个香味。然后呢，没有到完全透，非常非常刚好。其实那个葱油下去之后，整碗面呢，我以为我来到了葱田。好吃，葱油蛮，葱油很赞。它的面条看起来细细的，非常有嚼劲。对啊，是干单的。对啊，妈呀，很香啊。其实干拌面对老板来讲是干单面。你看他特别骄傲，你看他插口袋。要炒就用较好的米粉，这是我阿公讲的，要炒就做较好。这是台湾一个骄傲了，跟阿公致敬，敬礼。初来乍到，再加上人家是新店开张，对，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啊。前面刚好有一个金炮竹，给他沾沾喜气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好，老板在不在？你是老板吗？哦，你是老板哦，你是老板啊，迎接猫啊，迎客猫。对，老板你好，你好。刚好有个朋友哦，他们家新店开张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很有彩气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彩球，他可以去捡个彩。好像不错，很像凤梨哦。对啊，蛮旺的哦。有没有那种可以制造声响，让大家知道他们要开张？那边看好了，那边有鞭炮。有。这个会不会比较响？不要吵到邻里。是。我们只要气氛到了就好。好。这刚好哈。但是中间有没有那个大的彩带要剪彩？哦。这个有点重。我先剪一点。回来。会太短吗？我们这两个人，那彩带绑在两头嘛，哦，哎，老板能不能帮忙一下？好。哎，这个一般都怎么弄？你会吗？这不是我们的，这不是你们的，你果然是在假装当老板。好像可以。所以你是来打工的了。对，那打工。拜拜，丙辉，你冷静。可以了哈。来，一颗来，这里，而且这个很棒哦，它往上一丢，它就弹回去。你看，一二三，刚刚球呢？球不见了。等，不是，你往外走就好了。它勾到了，勾到了。好，这样应该 OK 了哈。好，打火机。然后剪刀也借我们一下。OK， 没问题。哦，你就在附近而已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带他去朗塞？好像不错哎，要不要？来，逗猫熊。人家是年纪大的老猫了啦。好，来。哎，OK。嗨。恭喜！我们刚刚是那个李老板哦，介绍我们说哦，你们家的那个卤面的超厉害的。对。
听说呢，你们的新店开张，我们也准备了鞭炮，然后剪彩，剪彩，然后来帮他们做一个简单的仪式啊，好，会不会太隆重？他们跟我们说是环保鞭炮，啊，人可以站上去，炸得越响哦，声音会越好。那我们炸邯郸，如果我炸的话，会变成炸成一个孤单呢。来来来，要准备了哈，一起勇勇勇勇一起放炮，春茂林门玉桥开张大吉哦！来来，越来越。咖喱街，阿你们再度欢迎大家的揭晓，三、二、一，咖喱，耶！大家有看到我帮他们家写的那个小春联吗？其实这些老店我早已经听过了，而且呢，我已经来关庙，因为呢，好几个过年的大年初二都来这边做活动，然后我们在后台吃过他们家的点心。你是最新一代的传人，嗯，等于从上一代开始，对不对？不是从我爷爷那一代。听说是阿公阿嬷是中埔塞，对，都比较古早味一点了。小时候吃那个板豆菜哦，对对，都好期待最后一道菜，所有的菜味全部都放在一起，对对对，所以最好料就在那一锅里面了。所以那个卤面就是从那边转变而来嘛。就用那个汤这样舀。卤面其实是以前人家喜庆啊，结婚啊，还是生小孩，邀请左右的邻居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，然后煮着吃的一个东西，是喜宴的第一道菜。哦。吃一吃之后，其实其他的后面陆续出的菜会让大家带回去分享的喜宴，这样。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你儿子吗？是。厉害厉害。啊，弟弟，这个是。在装面的吗？这是碗吗？这个在煮面的是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吃。你有什么才艺吗？哦哦哦哦哦！这个以后煮面很厉害哦。哦，拉面拉面拉面！哎呦哎呦，泡淋泡淋哦哦！拉面要拉到很 Q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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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哎呦！拉面来了，拉面来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再一次，哎，再一次。哎，弟弟，蜘蛛结网要先解开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来来来，借我一下。你也会啊？你要这样啊，要先解开。还有，安内，哦，安内，有无？哦，哎，有真的有练过？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哦。哎呦，太高了！裤子太大件了，因为他那个绳子对我来说真的有点短。哦，我跟你说哈，哎呦，太短太短太短。来 ，OK 啊，来来来来，绕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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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它真的太短了，是。但是呢，我在看到这个，我就有不一样的那个表现。如果你的背，哪里不舒服，是酒精弄一下，然后这样子有没有？啊啊，拔罐拔罐，有没有好一点？不舒服，不舒服。OK OK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这里你有练有差。现在肉羹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对，这是鱼浆啊，这是肉丝。你称这个叫做肉丝是不是？我们外面可能是肉排或肉块。对，霸气霸气，比较有口感，也比较有肉汁。所以它已经先抓腌过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在备料的过程就是会把鱼浆跟肉丝充分的混合。它要跟那个肉片和直接和在一起哦。对，我们整个下去翻。那您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些肉丝哈，那我们就是把它就这样子。继续看一下你往中间哦，你看现在的手感是水水的，等一下充分之后它会很。其实是练太极的感觉。对哦，我以为是洗头发。从你接手是多久的时间了？我们其实在原本的地方经营了17年。从小就在店里帮忙？不是，从小是跟着妈妈跑场，在旁边学习，慢慢把妈妈的技术什么东西的学习。耳濡目染，嗯，慢慢的粘稠，粘稠。现在换你的，换你的。哦，比较轻松的给你。好，干出来了。唱了，唱了，出来。
它要到多大的 Q 度才算可以？要剥开之后不要看到白白的，像这个剥开之后有白白的就不行。到最后觉得粘度跟那个色泽都有均匀了之后，我们会稍微甩一下。甩一下。对，甩它。甩它。哦，它闻起来好香哦。那我们的卤面里面笋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采用当地的笋子。另外，我们用的香菇啊，它就行李打的引个鸡的阶级，我们用花菇这样。小顺，你刚刚在揉的时候，有觉得手很冰吗？现在越来越冰吗？对，冰就是觉得越来越麻，好冰啊！里面是有那个椒麻的佐料吗？不是，我末梢感觉好像有点紫紫的，也是正常。天气更冷的时候会冻伤，它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还是最后收个尾收。还好你有捉我的手，真的是。现在还好，如果寒流怎么样，手会裂开哦。真的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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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哎，真的有在施力耶！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周刊。喂，两仪生四象，做人就是要四象。喂，哦，他有摔，他有在摔。好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哇塞，你这样摸我，整个背都痒了。还要有人帮你拍盘子？喂。那我们就准备一个盘子，把那个刚刚弄好的那个肉酱，对，给盛上来之后开始下。多大一块？其实手工的东西哈，比较没有讲究说要多大，就是不要落差太大。对，然后有包覆到肉。这个真的是很讲究手感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手工的哈，就没有太讲求大小哈。哇，那你也落差有点大。有没有？它已经开始慢渐渐成型了，对。好，交给我了。我帮你拉，我帮你拉。那个太大块了，会会吗？会不熟。请问师傅，这样可以吗？小心不要烫到就好。不要烫到就好。不要烫到。哎，威哥，哎，怎么样？脸上有点脏脏的。有吗？那我这一下是不是要冰冰凉凉要下去？很难得的是有机会了，看到师傅真正的把那个功夫要传授给我们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决定要入股这一家了。他有时候要传授给我们是硬闯人家空门，带个鞭炮就给人家砰砰砰砰，哎，让我们进来喽，来抢走人家弟弟的扯铃，硬要表现出来。我会的，我当仁不让啊。他真的很厉害。我还跟他说，你等一下我给你电话，你再来问我。我们真正的师傅才出手了。好，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吃一下吗？好，可以吗？来，再转过来，再转过来，对，再一圈，再一圈。对，好。你有小时候练过芭蕾舞吗？对，有一点，难怪我觉得你转圈的那个半径很短。对，头会留到最后，有没有？我练过。要知道要找镜头了，再转一次，再转一次，对，Go。好了，下来嘞，斯巴达，沙特人啊，对呀，哎，对我爸爸妈妈他们带在外面，是，就是专门在帮人家办桌就是了，对了，就伫外口走啦，啊，你细汉的话对你走，哦，我对我走啊，伊就甲大家做伙来办桌啊，所以其实以前要找妈妈的时候都要。到处去找它，就闻味道，闻闻看哪里有爆香的味道，有醋的味道，有葱姜蒜的味道。哦，闻那个，哦，要旁边哎，往那边去。妈妈应该在这里。刚刚那个卤面跟那个鱼肉羹哦，对，一定要来分食一下。然后这个面就是你们的关庙面了，对。阿妈妈，你自己煮了这样一辈子，他们假很鲜哦，没啦，假没鲜哦，对啊，很好啊，看客人做爱假，阿你欢喜啊，我得做欢喜啊，所以客人以后呢，进来吃面的时候就很开心，是，都这样的呀，我觉得他们家的高汤本来就已经是跟人家不太一样，他们反而比较有点清香，反正。是用那种食物的原味的那种感觉去爆出来。你知道这个肉，我刚刚一口咬下去，好有咬劲，跟刚刚你那个在甩的那个动作还是有点加成作用哦。对，如果搅拌不均匀，它煮起来是烂的。外面吃起来绵绵 QQ， 然后里面因为包肉的关系，说里面又在紧实。
酱色没有太深，但是它卤的非常非常的香，我觉得它强调它的香味，当然卤的很透，这是不在话下。因为有一些卤的比较透，它的瘦肉不是会比较柴一点点？完全不会，它是不会哦，它肉很有嚼劲。我们家的辣椒也很好吃，一开始可能要沾少一点哦，因为它比较辣。会不会待会我们整集都在喷火？但它的脂肪，它那个皮啊，那个油脂超赞的。这一块，我刚刚就是在等待那个辣油，慢慢的从味蕾当中，像突然像微风一样掠过。哦呦，现在整圆的花都开了。我们的辣椒好香哦。妈妈会熬贡不？哦，贡几等等套我。赞。那辣椒爆的好香。真的真的真的。妈妈自己炒的。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我们敬爱你，欢迎你，要向你献上最敬礼。勾起来了，真的，来来，我们老师你要咬一下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怎么用叫的？啊，那个菜脯蛋怎么在这里？那是饺子啊，是饺子，饺子。而且你们预饺就是这样子，还有加一层蛋这样。对，煎一煎上面再煎一层蛋，不只有那个水饺的香气，它还有蛋香，焦黄的蛋香。今天这个是我。算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了。我第一次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蛋皮蛋酥，然后呢吃起来，它整个那种香气让我想，我很小的时候，你知道是幽灵的追叫，是啊，大杯还是？不是不是，那本东话，我一翻开本来是九粒，很贵剩八粒，我夹了个很贵剩七粒，想到哪呢？香黏，黏在那个便当挂顶头。啊，但是这个整个是可以一起拿起来的。是是，我觉得那个用那个气势真是非凡。它那个蛋香搭配它里面的那个酒黄，对，还用酒黄，所以它那个香气两个人加在一起，哇，不得了哎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那个饱足感非常满。哇，太棒了！好，感恩，谢谢，我们还会再来哦、喔，要算我们便宜哦、喔。下次看到舅舅来，就知道要算便宜一点。舅舅啊，舅舅，没问题，舅舅好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